可以留意翻只港交所啦。咁因為港交所現時講個250天線咧，都去到即係455蚊附近嘅啦。咁其實今日低位都好接近呢個位置。咁所以你話即接近呢啲水平，我覺得就不妨即係趁低嘅時候去到吸納。因為其實450蚊啊係咩概念咧？咁其實就正正啦，喺見到個市急跌嘅時候，幾次啦。咁七月嘅時候啦，咁跟住八月。九月都試過呢位置，跟住有反彈。咁而家嚟講十月啦，咁其實就搏一啲叫技術性反彈，我覺得係可以存在。咁再加上個市其實近期都個成交開始活躍翻，咁若果你話呢啲位置啦，大概455、456呢啲位置買到，咁其實暫時可以先望住大概510蚊附近先嘅，因為510蚊其實九月中都曾經試過更高水平添，咁所以先可以望住呢位置先啦。下方嚟講啦，咁其實若果即係現價可能跌穿就大概6-7%，大概425蚊呢位置啦，就做個防守或者做個止蝕嘅。